救命哦！恁拄啊听遐精彩的演讲，恁即马敢要听我冰山美人的心声？好，我是冰山美人。阮阿爸是天，阮阿母是地，阮兄弟合作树篮和河川。较早阮很真哩哦，是好朋友，大家拢斗阵安快乐的过日。唔过咧，人讲花无一日红。百多年前吼开始，阮的生活就愈来愈凄惨。阮这个朋友吼变古变怪啦，为啥物工业用的发电厂，到厝里用的冰箱、冷气、电视、汽车，啊，佫有咧土地开发起楼啊厝。阮的兄弟吼，逐工互人吵，互人。我阿爸哦，痛到心肝破一空。我阿母嘛同款，破肚流肠，身躯变形，得要无命。啊我咧，我冰山美人较早体格偌好呢，即马消瘦落吧，袂看起来啦。我会当了解，恁人类要求进步。现代化是袂通片面的，毋过总是爱留一个空间，互阮通喘气啊。想看卖，你和我，就亲像喙皮和喙齿，性命两小话。若无我的存在，你哪有好山好水好风景嘞？对无？啊，较早咱的关系拢足好个。咱敢要要想看卖，咱是要安怎做？所以我冰山美人今仔日伫遮恳求你，来做一件代志。这件代志只有四个字，就是节约减碳，国语是节能减碳。啊，要安怎来节能减碳呢？第一点，减塞车。大家人拢知影，迄个汽车的废气吼。会污染空气，啊！而且呢，会让环境更烧热。要安怎减塞车呢？远的所在，尽量去利用迄种大众交通系统，亲像公车啊，是捷运。啊，若坐车嫌近，行路嫌远的所在，会当骑脚踏车。脚踏车是即卖上夯的运动，对无？啊，若讲。行会到的所在咧，尽量行路。这是啥？脚，人实现两只脚，两只脚，不是两只，两只就变八脚，八两只，八只啊，对。两只脚就是爱行路的，行路，你若脚用吼，身体较会用。你若讲含厝内人还是朋友出去佚佗吼？走路是上好的，尽量不但减少迄个废气的排放，兼汽油钱，啊，搁一边走路一边讲，大家感情将较赞，搁较赞。而且呢，互你迄个肥肉变三层，三层变赤肉。忙啦，唔啦，减洗裤啦，一减不难过。啊，第二点呢，减用电，无用的插头吼，上好甲拔开。啊，你若讲要离开房间，还是办公室，还是中途休困时间吼，几分钟嘛拢好，迄电话甲切开。啊，较减开冷气。啊，你一定是想讲，哦，啊热天时吼，大粒汗、细粒汗擦擦地，哪有可能无开冷气？你听我讲啦。迄、那个你要凉吼，是有撇布的。你会当甲电风头前放一面桶水，也是讲你要暗时吼，用迄个单薄较淡的单薄去就涂骹。安尼，迄个水气在蒸发时阵吼，温度上无得降两三度，安尼就足凉啊。你莫嫌讲就涂骹麻烦。这油涂骹不但会降温，哈，
啊，搁保持你厝内底的清气。太太小姐安尼做吼，家的乌蝶会甲你讲再会。啊，若先生安尼做吼，表现体贴哦，太太爱你爱到爱入心肝。第三点呢，减食肉。我平常的美人吼，是安怎看吼，都看袂晓。认为是按哪会喊食肉？牛羊猪兔鸡鸭鸡鸭鹿啊，食遐尼侪动物啊！你敢知影？饲动物得去牧场，啊，去牧场得牺牲我足侪兄弟呢。啊，你敢？我一个兄弟会一冬会当吸收11到18公斤的二氧化碳。啊，我若死一个吼，我阿母的温度就相对的提悬。人讲，人咧讲，母子连心。恁敢毋捌看到讲，阮兄弟惨死，啊，阮阿母牙讲，啊，因伊若心地发起来吼，无论阮兄弟来动，向来保护你财产和性命安全。所以咧，毋通笑，这是真重要的问题。食肉减食肉是有必要的。亲爱的朋友。较早吼，咱的关系遐好，咱到即时，敢是要重新思考，要安那会再，搁会再斗阵和平的相，斗阵快乐的过日。我拄爱提供的方法吼，拢是有环保、健康和省钱的功效，而且会照顾到你后代的子孙。所以我今日冰山美人直接恳求你，拜托拜托，为即马开始变暖，孙国富，对，啊，第一点要减食啥？要减啥？减塞车。第二点，减，迄是第三点。第二点，减用电。第三点，减，咱斗阵来努拍拼。创造一个更加好的环境，安尼你才会安心过日，你嘛会当阁看到我冰山美人的风采，你讲好不好？六号参赛者吕素贞，咱这个演讲者上台的时阵，伊就甲你讲，我就是冰山美人，我拄坐伫头前，我真足得看，真正伊是一个足水的查囡仔。哎，为什么讲伊是一个冰山美人呢？我充满着好奇心，到我足用心，到足用力，伫咧来听伊规场的演讲。规场演讲听落来了，我甲感觉讲，伊就是咧讲环保的问题，节能减碳的问题。其实，这个问题伫咱人类是造成真大的伤害。咱真正爱用心，你来看这个问题。伊在家里庇佑做一个冰山美人，是一座冰山。伊在家里伊的爸母庇佑是一挂山，大爷兄弟姊妹庇佑做是松林。咱为着咱的科技啊，咱社会要进步啊，咱爱用的纸。所以，咱就搭错松林，搭错和伊个爸母，遐那听，都遐那听，变作一个中风的人。所以讲，伊这个毕业啊吼，我听真济演讲啊吼，真少用这个毕业来伫这个演讲场咧听到这款演讲。所以讲，感觉真好奇。伊同讲节能减碳，主要就同讲，咱咧莫开车来骑铁马来行路。你毋知捌听过无？尤其查甫，因咧讲两脚行，三脚用，你捌听过无？所以行路真赞。啊，倒来就是讲，伊拄开始的时阵，伊真大声讲，我就是冰山美人，迄阵。咱规场的目光拢总走伫伊个身躯，真赞。不过，拄到过来时阵，伊产生伊个声音，就搁变烦啊。
因为声音是规场演讲的灵魂，所以讲，我感觉讲，伊声音爱小可有一点啊关格大细，啊，速度爱加放个紧慢，而且我拄坐伫遐看伊咧行起来时阵，真紧张咧。迄人甲我以前同款，我以前要起来的时阵，拢伫遐喘咧等，唔知咧喘咧等，还是等咧喘。伊起来到面顶的时阵，伊都翘伊的麦克，这拢小我爱改进一下。对伊今日才讲，伊就是一个冰山美人。如果吼，伊今日穿衫，他穿贵书，拢从白，我感觉安尼都够说服人。虽然这拢一挂小可的缺点，伊都啊改一下，真无简单。伊会当成为一个指日可待，成为一个真成功的演讲家。咱伫遮深深来台祝贺伊。以上。二号参赛者新焦德，冰山是水的结晶，青山绿水就是水的资源。有美丽青山，有树啊，才会供应咱人类上幸福的生命。演讲者用反向的开场，我已经散去了，我已经破病了，我已经老了，来引起大家心中的震撼。你要好好重视我，以及那个水，我才提供你很好享受人生快乐的资源。开场真正有震撼力。第一本文进入本文的时阵，伊甲大家真互动，第一互动卡硬起，人卡两支卡是要行路的，唔是一定爱坐点椅啊，唔是要坐点车顶，浪费资源，点啊开车浪费真济的人员来迫害大自然的冰山美人。第二，符合现场大家需求，啥物需求？青山绿水，若是要好过日，你若不给保护，另一个无机会啊！你看，即届咱大水灾，可惜伊无应用出来，现在发生这物件问题，这就是咱不该重视保护环保。冰山美人，若要看你的水，你一定爱用心。第三，要符合现场大家需求。现在人文明脚步非常紧，一个路车、大巴车头哔哔叫一声，大家匆匆忙忙一直走，要安怎来释放咱压力？爱去大自然，看青山绿水，予咱人生得到休困的时间。人讲要休困，才会当过健康的路，而且才会结交愈侪愈朋友，愈侪朋友。亲像演讲会，真好朋友，一定爱保护家己，保护咱的资源，唔能放弃。当然，一个成功的演讲绝对有进步的空间。一个更好的表演，嘛有啥物更加进步的所在？反向的思考观念，第一要引起共鸣。啥物共鸣？简单讲，中国记得咱来保护大自然，用心去看待人生，不止人伫世间上，宇宙上毋是人尔，要有啥物？所有的青山绿水，不管是树啊、水、虫，拢是咱需求的，咱来尊重生命。这就是经过文章的解答。但是伊这个演讲者，可惜无用到数据来演来证实出来，较可惜意思啊。若是安尼来当证实出来，今仔日就会当。在卫龙点睛仪变成什么？飞龙上天，就是三号参赛者柯志山。车赛嘞，我要倒转去啊！国际演讲会我不爱来啊！安怎讲？一个外省姑娘啊，变变参加演讲会十年，台语能讲到这么好，吼、哦，实在是妖秀呢！佩维基啊，吼，伊演讲大家看会出来。真用心，一个外省姑娘，台语会使安尼讲，伊一定付出足侪时间来去训练，去训练自我训练。所以，伊这篇演讲的内容也好，
结果也好，还是伊穿的服装也好，会使讲真有诚意，啊，真用心。我毋捌看过安尼演讲者，伫国际演讲会生目睭毋捌看过讲遮尼用心的啦。今仔日伫山脚，来到阳明山的山顶，即、這个中山楼伫演讲，白白参加演讲会要十年啊，咱嘛是爱讲几下建议，互伊当去偏方一下。安尼伊才有学着一寡物件啦。咱一个演讲者，不管你发音有准无准，这个题目歹势，你小个笑出来，予大家看一下，看你是白山美人，还是内山姑娘？哦，啊，大家知影讲啊，你是要讲啥物题目？哦，啊，就较清楚咯。第二，那是裴惠子啊，是一个人才，真有实力，转去。歌戏加看一挂，布袋戏也是台语的广播剧加去听去练，卖惊，敢那迄个大幕拍戏伊同款，大出力甲画出来，伊台语吼真正会佫较进步就对啦。第三点，咱结束的时阵，你规篇演讲稿，你结论时间来掌握会好，我无伊结论是足好个呢，伊结论问即个孙国富，咱个即个。咱的孙先生讲：“哎，对三点，我今日讲环保，我今日讲健康，今日讲省电，今日讲卖食肉，你有听清楚无？安尼甲这个观众来互相呼应，这个实在是素人哦，会使讲印象哦真深就对啦。这是优点，这是足好优点。这篇演讲总讲一句，我要讲的，今日。”来到这山顶，你为台语两句、三句安尼讲咧，会当讲到今仔日这个成就吼，实在是不可限量的啦。所以裴惠子啊，有实力，真有实力。你好好啊，搁甲练落去，听广播剧、看歌戏、练布袋戏，你有一天你会红。这是我有心要跟你讲的，你是一个以后是一个成功的演讲者，总主持人。